个了。哎，再扔一筷子。老雷，哎，这里呢。哎呀，好久没吃肥肠肉了，起码煮个肥肠肉吃一吃，这一点能够嘞。要吃就是肥肠肉 plus， 想法不错，我给你这套的家具，这不是吗？看来你是有备而来的，来呗，来来，起码就是肥肠肉 plus 版本。来点葱末、姜末，再来点老抽、提个四，把炒好的豆瓣酱、干豆豉、辣椒搞里头，再来点食用色拉油。现在这都比我胳膊粗了，这都。不累，月莲，你看啊，净这个二十分钟，铺个荷叶，荷香肥中肉，均匀的铺上一层红薯，你这嘀咕啊。二十分钟到了，倒入炒好的辣米粉，来。倒入山泉水 ，OK。Beautiful 不 beautiful？ Beautiful。哎呀，漂亮，快点 ！Beautiful、okay.。上劲儿，蒸五个小时。咱整个是这里的，来过来，帮帮忙。对的，该玩玩不能走呀。但是该这活挺到位的了，咱多吃点啊。嗯，没问题。不过现在轻松活儿挺多的，上过咱家里接视频，收入也不少。我又不做短视频，会接接没用啊。你自己不会做，也可以专门给别人接。现在短视频需求量可多了，我是从这儿专门学的，有台电脑，小半就能学会，学会了，这样单就能赚钱，那还挺好嘛。那学会了去哪儿接单呀？这你不用担心，我有专门有老师会接接单路子。好呀，哥，有这事还买了兄弟们嘞，我去哪儿学的呢？你点个评论区，指定链接就能学，一月钱可把你急的。行吧，下次也接。又是这个多的人，找存在。呀，玩儿已经出来了、啊，及时一刀。我当时没看完，万水千山总是行，你做的肥肠肉肯定行。虽然我知道你在拍马屁，但是起码这肥肠肉有你一份。及时一刀，关火开炉。我呀，哇，呀，停！来来来来，好，这是马整的。肥肉肉不如马克思蹦起来哟、绝对是晶莹剔透的，看我看是不是入口即化，这盆筷子都化，你想想。哎，再扔一筷子。啊啊，不，舌头含着呢，很渣呢。这个 plus 做的不错。啊，来，谢谢飞哥，这一外乎然了嘞，必须的嘛。只能说太香了。嗯。